请见观音大悲咒改造加持法会。法会开始，恭迎普法金刚上师普信嘉措罗波切，您请人员请就位。祈求了非常的多，祝福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身体健康、事业顺利。然后也谢谢荣凤师姐，还有我们振兴会的会长师姐亲自去到湖南，在我家安放了观音菩萨，让恭喜恭喜！这么多年来，我的爸妈一直身体很好，所以我特别放心。身在异乡，家人的健康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再次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顺利，谢谢。第一次从台湾来，我刚刚来的时候要请求，我只请求我的身体健康，他一定平安。可是我刚刚听到他的肺部说要舒服，手也比较舒服。那个男的，手很紧，我整个身体一
女儿身体健康。虽然我前阵子出车祸，脚不方便，正在回诊中，但我不祈求自己，我只祈求我女儿她平安健康。可是爸爸听他说，他有比较舒服，所以我要很感恩，感恩要上升，感恩关心。上来就是结果矫正轻微体检观音大悲感到加持发挥道场所有